是来自阿里云的Flink 团队的宋新彤啊，也是我们 Apache Flink 社区的这个 PMC 成员。那今天跟我一起带来这次分享的呢，是我的同事谭玉新，同样来自阿里云的 Flink 团队啊，也是我们Apache Flink 的这个比较活跃的 contributor， 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牛皮自适应 Shuffle 在这个 Flink 1.18 版本当中最主要的这个 contributor 之一啊。OK， 我们今天的这个带来的题目呢是 Apache Flink 牛皮自适应 Shuffle 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如果关注 Flink 社区发展的朋友们呢，可能知道我们在 Flink 的 1.16 1.17 这两个版本当中曾经推出过一个叫做Hybrid Shuffle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牛皮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 Shuffle 模式。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 Flink Forward 的这个大会上也曾经聊到过整个 Apache Flink 社区关于 Shuffle 这个方向上的一个技术架构演进的一个规划，其中也包含一些关于 Hybrid Shuffle 的内容。那今天我们这次分享呢，一方面我们是想从牛皮融合、牛皮一体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认为做牛皮自适应 Shuffle 对于 Flink 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基于Flink 即将发布的这个 1.18 版本目前已经是在这个封测阶段那也是想基于这个 1.18 版本当中在这个方面的一个最新进展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同步。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呢我会跟大家来聊一下整个就从我们阿里的这个 Flink 团队以及阿帕奇的 Flink 社区对于牛皮一体、牛皮融合是如何理解的。接下来的话会由我的同事谭玉新跟大家基于这个 Flink 1.18 最新的一个进展给大家聊一下牛皮自适应 Shuffle 的一些这个技术细节。最后的话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帕奇 Flink 社区在 Shuffle 这个方向上接下来还有哪些想要做的事情。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牛皮融合。提到牛皮融合呢，我们其实还是要从牛皮一体开始聊起。那 Flink 社区其实从在差不多2018年、2019年前后，我们开始大力的在推这个牛皮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相比于原有的这个就牛跟皮相对比较独立的这种 Lambda 架构或者 Kappa 架构来讲呢，我们具有说像统一 API 啊、统一算子啊、统一引擎这样的一个特点从而带来像研发效率的提升、数据口径一致提升这个运维效率以及避免数据链路的冗余等等这样的一些优势这个是我们通常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牛皮一体的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说牛皮一体的这些特点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面向用户的特点面向用户如何去使用这个 API 去编程如何去做这个就是系统的这个运维。那在引擎的内部呢，我们现在其实流处理模式跟批处理模式还是两种独立的这个执行模式。那这就让我们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那我们用户通过相同的 API 表达流处理跟批处理的这个处理逻辑数据处理的这个逻辑是相同的，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两种不同的执行模式这个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流处理当中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实时性，我们更关注的是它的低延迟的特性。那一条数据进入到系统当中，我们希望它所对应的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个结果能够尽快的更新到这个结果当中这个是流处理的这个关注点。那在批处理当中呢往往我们处理的数据本身它的时效性、它的新鲜度已经没有那么强了，那相比于每一条数据它的这个处理延迟，我们可能更关注整个数据集整体的一个处理过程的一个吞吐性能那这就是我们通过在批处理当中利用一些这个数据的排序的这个特性IO 的访问的局部性等等这样一些算法的优化，能够去使得整个批处理的这个数据集的吞吐能够达到一个最优那从上面我们聊到的结果来看呢，我们认为在数据处理逻辑相同的情况下，那用户对于流模式跟批模式这个执行模式的选择其实主要取决于我们作业当前到底是更倾向于一个低延迟的这种优化还是高吞吐的这样的一个优化。
那这在我们常见的一些数据处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有不同的偏好的啊。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离线处理当中，我们在这个离线处理当中呢，我们通常来讲啊，会更关注这个数据的这个高吞吐的特点。而在实时处理当中，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更关注这个实时性，但是也会存在一些特殊的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由于这个业务量的这个增长啊，出现了短时的这个数据的积压啊，我们这个延迟上涨，那这个时候你的数据的这个实时性可能新鲜度已经不能满足业务的需求了啊，这个时候我可能关注的也不再是说，哎，我每一条数据到底延迟了是比如10秒还是15秒，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业务延迟追上去，包括说我们在容错恢复的这个过程中，需要从这个检查点开始去恢复这个作业，这些其实都是在流处理实时处理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的一些更关注高吞吐的场景。那此外的话，在一些这个全增量一体的计算啊，比如说我们利用 Flink 的这个 Hyper Resource， 我们从一个离线的这个数据源处理完之后，无缝的切换到一个实时的数据源，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CDC 当中这个全量的扫表阶段结束之后切换到数据库的这个 Binlog， 这些场景下也都会存在全量阶段我们会需要这个高吞吐的这个性能，而在增量阶段我们更关注数据处理的这个低延迟。那基于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发现其实用户对于低延迟还是高吞吐的这样一个选择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在这整个的这个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是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察让用户在启动作业的时候指定我是要用流模式还是 P 模式来进行处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合理了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个流P融合的概念。那流P融合的概念当中，其实用户不再需要关心用这个作业是用流模式还是P模式来执行也不需要去做这样的指定。那我们希望系统能够自动的根据作业的一些延迟方面的这个需求来选择我是应该用这个低延迟的这种流处理模式还是应该用高吞吐的这种P处理模式，并且我们希望进一步的系统能够做到在当这个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运行时动态的对这个流P模式进行一个切换，进行一个转化这个是我们提出的流P融合Flink 社区目前关注的流P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认为呢，流P融合其实可以认为是流P一体的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形态。那目前打造流P融合的自适应引擎也是 Flink 社区当下以及未来所关注的重点方向之一。那如果大家去看这个 Apache Flink 的这个网站的官网的话，会有一个专门的页面叫做 Roadmap。 那我们最近在社区的这个邮件列表上讨论，也在讨论应该要对这个 Roadmap 做新一轮的这个迭代和更新。那目前这个流P融合的这个 story 也是被放进了Flink 的 Roadmap 当中，作为一个正式的重点方向之一。OK， 那我们其实刚才聊到流P融合，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 topic， 比较远的一个目标而且它是很显然它是整个这个 Flink 引擎一个端到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的 topic， 具体到这个 Shuffle 这个层面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距离支持一个流P融合的这个引擎，我们还流P 自适应的引擎，我们还差哪些东西？那其实 Flink 现在的 Shuffle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在流跟 P 模式下是完全两套独立的系统。那对于流模式我们有一个叫做 Pipeline Shuffle 对于 P 模式我们有一个 Blocking Shuffle。 那这两种 Shuffle 模式在从用户的这个配置包括我们执行计划的这个生成阶段在我们的这个任务调度以及资源管理包括故障容错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流跟 P 上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差距。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显然是不满足刚刚说的流P自适应引擎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Flink 要首先在架构上在 Shuffle 的这个架构上要统一流跟 P 两种执行模式也就是我们做这个流P 自适应 Shuffle 当然目前主要现阶段还主要是在这个 P 模式下，但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流P 自适应的 Shuffle 来统一 Flink 在流P 两种模式下的 Shuffle 架构。 OK， 那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谭玉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Flink 1.18 版本当中的流P 自适应 Shuffle 的一个具体情况。
OK， 谢谢Xintong。那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做统一的流批这种 shuffle 的架构。那接下来呢，我会基于在这个基础上先介绍一下现有的这种 Flink 的这种 shuffle 架都有哪些模式的，以及它模式的特点。那基于这个呢，再介绍一下，就是让大家明确一下流批自适应 shuffle 这个具体的细节是怎么做的。先看一下现有的这种Flink 的 shuffle 模式，它主要是这种 pipeline shuffle 和 blocking shuffle。然后对于流式 pipeline shuffle 呢，它的性能比较明显，就是它的性能比较好，因为它是上下游同时去运行的，并且在运行过程中不落盘，所以说性能很好。但是呢，这样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说它资源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在多个任务同时运行的时候，由于这种资源的争抢啊，或者是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衡，就可能会造成资源上的死锁。那对于批式 shuffle 来说，它的那个特点也很明显，就是它资源适应性更强，因为它是分阶段运行的，而且在单个阶段内的那个彼此的这个任务是相互独立的，所以说理论上我们用一个 task 的资源呢，就能把整个作业都给运行完成。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有更好的这种容错的这种支持，因为假如说上游的这种任务它已经把这个数据写在磁盘中，那下游是有机会在出现 failover 的时候有机会是重复去消费这个数据的，所以它是可以有更好的容错。但是呢，所有数据都落盘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它的性能比较差，而且呢，每个阶段都要等待上游的所有任务运行完成之后，那下游才能启动，那这个时候就会有长尾任务，也会进一步拖慢这个 shuffle 的时间。那为了结合这种流式 shuffle 和批式 shuffle 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又尽可能避免它不足，那我们设计了这种自适应分层存储架构的这样一个 shuffle 模式。那这个是整体的架构图，我们可以看到呢，中间是这个存储层，然后左边这个是写客户端，右边是读客户端。那左边这个框是上游进程，然后右边这是下游进程。是当上游这个写数据的过程中，它会根据当前运行时的状态，动态的决定到底把这个数据到底写在哪一层中。它有可能写在内存层、磁盘层，或者是甚至于远端层。那如果数据被写在了内存层或者磁盘层的话，它是交由 native service 去发给下游的。那如果数据写在 remote storage， 也就是远端存储中，那下游是直接从这个远端存储中读取。下游在读数据的时候，会根据当前数据所在的层级、所在的位置，去决策到底应该从哪一个存储层读数据。那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设计。那这样的设计有哪些好处呢？其实接下来我会从这个架构上、调度上，以及在云原生等这种角度去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设计的优势。先看一下架构上，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不同的这种存储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就比如左下角这个图，它说了这种存储的这种空间和性能之间的关系。内存它是性能很好，但是呢，它空间是比较有限的。那对于本地磁盘呢，它是就是性能和空间肯定相对比较适中。那对于远程存储，那它的性能是相对而言是较差的，但是空间很充足。那现在的这种自适应分层存储架构呢，就是会在写数据就是选择层级的时候，会动态决策到底应该使用什么存储。那它会优先的使用这种高优先级的存储。如果高优先级存储就是比如用完了，比如先用内存层，再用磁盘层，再用 remote 层，然后使用低就是高优先级存储写满了之后，会切换到低优先级存储。那低优先级存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自动的再尝试切换回原有的这个高优先级存储。那这个也是这个这个特点是自适应分层存储架构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也是个易扩展的和插件化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每一层它是就多个层都是统一的存储的抽象，那如果我们后续想要扩展出一个新的存储层的时候，那只需要实现那个新的存储层，那原有的这几层是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比如我们想加一个 RDMA 这一层，那直接加这一层然后实现然后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整个这个设计也是一个很灵活通用的一个设计，因为如果是只使用内存层，它就有点像原来的这种 pipeline shuffle， 如果只使用磁盘层呢，它就有点像原来的这种 P 式 shuffle， 那真正运行的过程中会介于这两者之间，然后动态的选择到底使用哪一个存储层，可能使用内存、磁盘，甚至于远程存储。那现在呢，在 1.1 版本中，我们对于流式的反压和 checkpoint 还没有支持，然后后续我们会继续完成这部分工作。那接下来看一下在调度上有哪些好处吧。就是上面这两幅图是流式 shuffle 和自行 shuffle 之间的这个对比。我们都知道流式 shuffle 它的这个要求所有任务必须同时去运行，那假如说现在 map 1 map 2和 reduce 1都已经获取到了那个资源，但是只有 reduce 2还没获取到资源，这个时候所有的任务需要等待 reduce 2，那么它获取到资源之后这个所有的任务才能一起运行，那这个等待的时间呢其实是一个浪费的。那对于自适应 shuffle 而言，它就不需要这样去等待了，直接它获取到资源之后那直接运行就可以了，所以它能缩短整体这个 shuffle 的这个时间。那接下来再看一下 P 式 shuffle 和自适应 shuffle 之间，再看一下 P 式 shuffle 和自适应 shuffle 之间的对比。那下面这两幅图呢，啊，这个应该是蓝色的，这个可能 PPT 做的时候有点问题。假如说 P 式 shuffle 它 map 2已经运行完成了，那 map 1需要就是 map 2已经完成了， map 1还在执行，那这个时候 reduce 2是不能启动的，因为 P 式 shuffle 它有一个约束，就是说需要等待所有的上游任务运行完成之后下游才能启动，那这个时候 map 1就是一个长尾任务，所以这个长尾任务就会拖慢这个 shuffle 的时间。那流P 自适应 shuffle 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有一个任务运行完了，那么下游直接去启动就可以了，那就能够避免这个长尾任务带来的开销。所以说整体而言，就是资源充足的时候，自适应 shuffle 能够像 pipeline shuffle 一样充分的去调度，这样的话它的性能更好。如果资源不足的时候呢，它又能上下游的这种运行分阶段去运行，而且不会受到这种长尾任务的影响，所以它整体的效率是有提高的。OK， 说完这个调度上的优势之外呢，我们看一下这种在云原生场景下，这种流P自适应 shuffle 它是如何有更好的这个带来我们更好的优势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云原生场景下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 pod 的磁盘大小比较难以确定。为什么呢？就是可以看下面这两幅图，下面左边这幅图，就如果我们把磁盘设 pod 磁盘设置的比较小，那么在运行大作业的时候，就比如说它把磁盘用完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因为磁盘空间不足造成报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如果把磁盘设置的很大也会有问题，因为磁盘设置的很大就意味着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它磁盘是用不上的，所以说就会造成成本的浪费。那其实如果我们用远程存储做 shuffle 然后代替这个本地磁盘呢，确实也是能够解决这种本地磁盘不足的问题的，但是呢它的性能是很难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所以说自适应 shuffle 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用远程存储作为本地磁盘的一个补充。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右下角这个图，在80%或者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本地磁盘去做这种 shuffle 的，只有在遇到那种非常大的作业，本地磁盘已经写不下了，这个时候它把超出本地磁盘存储的那部分呢写入远程存储中，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用一个非常小的这种性能损失来换取一个非常低的使用成本。
所以现在这个 remote storage 呢是使用 Flink 的通用 file system 接口去实现的，它可以支持非常多的不同的远程存储系统。未来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不同的存储它是肯定有不同的特点，后续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的做定制的去优化，然后来提升写远程存储的一个性能。在实现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优化，然后比较核心的一个优化就是这个内存使用的优化。在优化之前，就是 Flink 使用这个内存的方式是哈希的模式。那什么是哈希模式呢？就是每一个 task 都需要至少一个 buffer 才能去接受数据。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 buffer 数设置的比较小，那就会有问题。就比如说，你看，如果是 task 一和 task 二已经有一个 buffer 写了数据，而且写的比较少，那 task 三如果数据来了，它没 buffer 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触发 task 一和 task 二的落盘。但是由于它的这个 buffer 里面的数据很小，这就会造成非常低的 buffer 利用率，所以就会影响性能。所以我们在使用哈希模式的时候是不能直接把这个内存给调小的，这样就会造成内存的用量随着并发的增长而线性增长，那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嘛，并且在调整这个并发的时候，内存可能也要跟着调。那在高并发时候如何解决这内存这个使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用这个一个 merge 模式，也就是说用一个比较大的内存区去接收所有这个任务的数据。这样的话，数据会写在这大的内存区，写满之后就 flash， 那这个 flash 是没有空隙的，所以它的 buffer 利用率很高。这样的话就是，但是它有一个开销，就是它有个内存复制。我们测试发现呢，就是在低并发的时候，这个内存复制和 buffer 竞争的这种带来的这个损耗会比较明显，也就是说低并发的时候就是性能会有些影响，但是高并发的时候使用 merge 模式性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为了更好的使用这个内存呢，我们就是采用低并发哈希高并发 merge 这样一个方式，这样在可以看到在优化之后，就内存就在低并发的时候它内存本来使用也比较小嘛，所以随着并发的增长内存是增长的，但是增长到一定的阈值之后呢，它就是个恒定的状态了，这样就能既不影响性能，同时又能把这个内存使用限制住。那为了验证性能呢，我们基于这个 TBCDS 在实体数据集下做了测试。那新的这种流批自适应 shuffle 比 blocking shuffle 去能够优化大概10%的性能。然后但是呢，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也有一小部分的性能回退，我们已经定位到了这个回退的原因了。现在这个1.18版本还是在 release testing 阶段嘛，然后我们预计这个原因定位之后，然后修复之后，真正发版就是发布的1.18版本中呢，会提升，会比这更加明显，会更好一些。但是由于这种大部分的这种 query 都是有这个性能提升的，所以整体上来说是提升了大概10%左右。下面我对这种自适应 shuffle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我们提出的这种新的自适应分层存储 shuffle 呢，它是结合了这种流式 shuffle 和批式 shuffle 的一个优势，能够加快这种 shuffle 的过程。在调度上呢，它也就是有更好的更灵活的这种调度策略，这样的话它能够提升资源效率。那在存储上呢，它就是用远程存储作为本地磁盘的一个补充，在这个保证就是作业稳定性的前提下，然后尽可能的有一个更好的 shuffle 性能。当前我们在1.18版本中已经能够完全覆盖到现在的批式 shuffle 的这个能力，并且能够支持在内存、磁盘和远端之间去动态的切换。那接下来我们会做，就是说，因为之前刚说不同的存储系统肯定有不同的特点，就我们会进一步的去针对不同的远程存储做优化，然后来进一步提升
这个读写远程存储的这样一个性能。然后还接下来会在做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会支持反压或者 checkpoint 等等这种机制，来更好的覆盖现有的流式 shuffle 的这个能力。OK， 整体的这个自适应 shuffle 这块的介绍就是到这里。然后接下来，会由Xintong为大家介绍一下 Flink shuffle 方向上的一些未来规划。好，谢谢Yuxin啊。那个 ，OK， 最后的话呢，就是简单的再跟大家用一点时间聊一下，就是 Flink shuffle 我们在接下来1.18版本接下之后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首先一个当然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流批自适应 shuffle， 我们希望把它进一步的完善。那在 PE 模式下呢，我们其实现在从功能层面上已经完全覆盖了 Flink 现有的这个 PE 式 shuffle 的这个能力了。那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在这个稳定性、性能以及应用性方面经受一些这个生产层面的这个检验。那在流模式下面呢，我们目前其实还没有完全支持到就是流模式下 Flink 流模式下一些重要的机制，包括像反压呀、checkpoint， 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提高的方向。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说，能够让这个 hybrid shuffle 能够逐步的覆盖并替换现有的流式跟批式的这种两种独立的 shuffle 模式。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也经常听到用户说，哎，我们这个shuffle 层面的这个性能啊或者配置啊，其实不是特别的透明。那我们其实也观察到，就是说，哎，整个这个 Flink 作业，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一个作业的运行的这个性能怎么样，但是我其实不太清楚 shuffle 在这个层面当中扮演了多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我如何通过对 shuffle 层面的一个调优来改善作业的这个性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关注的方向是，我们希望通过定义并且引入一系列的这个指标来使得 shuffle 层面的这个性能能够更加的可观测，并且呢能够给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这些性能如何通过配置的调优来去改善它。那进一步的，我们也想降低这个 Flink shuffle 配置本身的这个配置的难度，提高它的应用性，从而能够，我们目前已经能做到说作业的这个内存网络内存的使用跟作业并发去解耦。那我们希望进一步的去做到，比如说跟作业的拓扑复杂度去做一个解耦，以及包括说我们这个能不能在运行时去动态的去做一些这个调整。那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在 Flink shuffle 方向想要做的事情。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社区这方面的讨论和开发当中来。好，谢谢大家。大家看有没有问题？有两个问题的时间，有吗？没有的话，那就线下。Headboard 啊。现阶段的话还是没有的。现阶段我们相当于是直接往这个远程的这个文件系统或者存储系统去写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我们确实是有规划说，后面可以把它跟这个 Calibon 也能结合起来，因为看到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分层存储的那个架构的图嘛。那其实 Calibon 或者包括就是其他的这种就是远程的这个 RSS 的这种系统，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储层接入进来的但是这个我们可能因为还处于一个实验性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以Flink 自身内部内置的这个 shuffle 模式为主那后面其实确实有你说的这个计划。